那还是先抓旧的位吧。还交几个护臂啊，两个。画动频率也会比较高，可是我会习惯看走路的那个速度，对啊，距离啊，加错。啥玩意儿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吐了。我怎么可以拉他救到啊？或者他躲一下，或者是放个飞轮。啊！我还没买技哦，我刚刚那个月勾没勾到。右臂拉开，不理他。